工作人员将一个纸箱放在推车上，准备运送出去。一旁还有不少员警在旁边借护。这么大阵仗，就是因为箱子里装的是2024大选台东县市的选票。警方不敢大意，所有的人员在离开前都要一一搜身，确保过程中万无一失。蓝屿的部分，目前不管是飞机或者是船运都这个因为天候影响不能启程，所以我们目前还在联系相关单位，包括海巡或者是我们空军的部分来做协助。选票完成清理后准备运送，其中绿岛因为天候不佳，班机停飞，所以已经派船送往岛上。至于蓝屿，因为飞机跟船通通停航，已经寻求海巡协助。如果最后都无法出航，可能会请空勤队派直升机帮忙，保障人民投票的权利。